说了。喂，老大，宏伟啊，迟到二十多分钟了，一个人也不见。等会儿会有人来的。耍我是不是？谁耍你？我答应过我儿子今天去看他的。你个孙子，你什么理由都有啊！啊，我是孙子啊！再过五分钟再不见人就拉倒了。你老大不老大？你要听俺的？你儿子要不听话，我打断你的腿。行行行，别说了，来吧。操蛋的！你记住，要货也要人，弄砸了，当心你的脑袋瓜子。是啊，昨晚哪儿孤单去了？别说，说一句，赶紧去你大爷！办公出细活，要好东西就得耗时间啊！你要到甲骨到处齐了，瞧瞧，这是英国的，东加帝国、洪都拉斯，全都是好货。我想再加五本，多少都行。钱呢？报纸是你的，钱他妈是我的，操你妈玩阴的！我操！带你去兜兜风，别动，再他妈动宰了你！还他妈吵！我会安排你们顺利逃跑的。啊！救我！救命啊！干什么？你救我！救我！快跑啊，兔崽子！没事吧，走。你明天是不是带我去见大哥？不要，到时候自己机灵点啊。看中哪些啊？哎，明天来抢他妈的一票。真的，看上哪个明天抢他妈一票。各位兄弟，我有100万，明天要跟一些老外买液体炸弹，这是最新发明，连机场的金属探测器都查不出来。可是现在我有个问题，就是钱我不想付，货我又想要，有什么办法没有？你们替我想一想。哎，少他妈跟我装蒜，想到没有？啊，有，大哥，我有个好办法，明天早上银行的门一打开呢，几个就冲进去抢他一票，什么都有了。你个混蛋，跟我瞎掰！哦，那个，我操！去你！大哥，救命啊！我不白了。你的时候我们不出现，黑吃黑抢他的货，那100万就不用给了。对对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胡先生，你的朋友来了，在二楼你的老位子。谢谢，谢谢。Listen down. How are you? Fine.全身都是炸药，开枪，大家一块死，钱你们拿不到，把枪全都扔水池里。Listen to him, drop the guns into the water.
生。你很为你的兄弟们着想。站住！干啥？抓紧我！啊！别放手！普光，你帮我运出来的国宝呢？我已经看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嗯，这么张扬不怕警察知道吗？嗯，所以拍卖会要在公海这条船上举行，到时候船上的钱会是个天文数字。难道你不怕有人来抢吗？怕，所以我决定要先下手为强。那太好了，我喜欢做贼比做生意还有意思。这一次的计划是把扩机全给我关掉。大哥，你妈的，居然敢打我！找死啊！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疯了？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儿子，无论如何，拼命都得认下去啊！你说什么？是，大哥，有个女警要带个小孩去香港。有这种事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给我揍了他们再说，利落点。知道了。哎，大家一起喝酒。大哥喝酒。嗯。小顾，你爸爸叫我来接你，上车。哎，宏伟，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上哪去了？过来吃宵夜？过来呀、啊！好，喂，怎么有个小孩在这儿？太姓龚了，龚威，是不是你儿子？姓龚的就是我儿子。那龚俐不成了我妹妹？张艺谋不成了我妹妹？你老爸是不是做公安的叫龚伟啊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嘿嘿嘿，挺拽的嘛。你小子，你来香港干什么？我找爸爸。你爸爸在哪儿啊？啊？在心中。去死吧你！比我还狠，大哥，这小鬼没气了。把尸体扔到热色站去。是，小鬼，你不能出事，千万不能出事。见到你在这儿出现，我很心痛，你知不知道？到你是公安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既然你知道我是公安，那你看着办吧。住手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妈，贱骨头！是不是要吃枪子才舒服？啊？兄弟一场。哼哼，别说我不给你路走，看你怎么选了。你还是选死路。Thank you.
撞死他！今天的拍卖会，任何人是不能带枪的。其他兄弟，假扮护卫，先运这6枚塑胶炸弹上。4点钟在这儿集合。赶紧老部位！哎，小顾，有人来了！有人，你到水里面去躲一躲。没有我命令，你千万不能下来啊！哦，这个，小心点啊！大哥。你把小鬼藏哪儿？没有啊！耍我，有人不揍你做狗！你干你娘的！大哥，小心吧！你个王八蛋，孩子是我放的，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我做了一辈子狗，我现在做人了，你打死我吧！下辈子得做人吧！有没有超过300万的？没有超过300万的，我出1亿。这里所有的东西，我一个人全买了。你凭什么？就凭我，已经在这里放满了炸弹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回答他，你是我的合伙人。你说什么？你看我在你的口袋里放了什么？啊！你可以死。会相信你啊？想要我陪葬？你不相信？你看看。啊，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操！
醒醒，你醒醒，爸爸在这里。啊，儿子，小顾。哎呀，小顾，你方阿姨，你好漂亮。不，这是奇迹啊，她居然没死。你们看什么看？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事。